一方面咧就係人哋講嘅説話傷害我哋啦。第二方面，我哋自己講説話嘅，我哋自己都會話：哎呀，你真係衰啦！你做錯事，人哋鬧你啦。你嗰次又失敗咗啦。嚟本來應該你本來讀書應該讀到嘅啦，而家讀唔到啦。咁樣即係譬如咁樣呢啲説話。當一個人被控訴咧，其實係好淒涼嘅。被控訴係淒涼嘅，即係無論係就算一個小朋友控訴你，我唔中意你啊！你講嘢唔啱聽啊！譬如咁個小朋友走埋嚟，你都會覺得唔開心啊！點解應該唔中意我，中意第二個咧？咁樣咁我哋人咧就會對自己嘅批判咧，係令到我哋活得好慘啊！即係個人活得好慘。但係神就唔係，神嘅説話係充滿恩典嘅。啊，聖經有指責嘅説話，佢指責嘅説話咧就指責嗰啲唔肯悔改嘅。但係佢指責基督徒嘅時候咧，佢都話你一悔改，我就赦免你，我就為你開路嘅。即係佢唔會話冇希望，人就係話你做錯事冇希望，咁所以你就話俾自己聽啦，拆解佢點拆解咧？嗱，我做錯事，其實人都有做錯，神體世人個個都有做錯。個重點就係我肯唔肯俾耶穌改，我肯俾耶穌改咧，總有出路。而我一悔改咧，神就歡喜啦。我一開始一杯涼水，即係行一級仔啊，改少少啫，神就中意。咁神又俾我意念喎，你就算一日過1%，神都中意。1%一百日就100%，即係你總之我總係向住好嘅方向嘅。我依靠耶穌，我成日諗好嘅嘢，一諗唔好嘅嘢，神幫緊我嘅，可以開心嘅。耶穌係預備咗我嘅道路係可以開心嘅，神會清理我啲垃圾嘅。咁你就成日喺度。多謝耶穌，耶穌清理我的垃圾，多謝天父，多謝天父，讚美天父。咁咧，你時時咧盡量走去諗翻嗰啲好嘅嘢。盡量，即係一諗唔好嘅，即係話其實用金句可以有啲金句，譬如話神為愛佢嘅人所預備，係眼睛未曾睇見，耳朵未曾聽見，人生未曾想到嘅，即係神都為你預備好好嘅嘢。你愛耶穌就得㗎啦。你耶穌啊，我就掹住你，依靠你，我信靠你，我聽你嘅説話。你是我最重要的，咁咧神就開始為你預備你諗都諗唔到嘅嘢。但係個問題係話，咁如果譬如好嘢同我嗰個衰嘢係有啲關聯嘅，即係譬如話得罪你嗰係人，對你好嗰個又係人。咁我如果一諗起人就諗起翻佢，咁點搞咧？呢個聯想啦，係咪？聯想，咁我哋咪可以嗱，其實就算一個唔好嘅人，佢有唔好都有好嘅喎，即係有人鬧你。佢又唔好啦，但係佢有好嘅地方咧，譬如都供應你需要啊，幫助你啊，咁我哋都可以選擇諗唔好、諗好嘅嘢，因為我記得我講嘅時候，我哋唔係機械人，我哋唔係一定要跟住一個程式去嘅，我可以改變我嘅思想模式嘅，我選擇諗佢好嘅嘢，佢總有好嘅嘢，即係衰嗰啲，嗱佢有衰嗰啲，但係衰嗰啲我哋只能夠接受。佢係有呢個問題，因為佢裝曬垃圾啊嘛，佢俾人傷害好多啊嘛，我接受呢樣嘢，但係我亦都睇到佢好嘅地方，我就多謝神呢樣嘢。咁我自己都諗翻自己啦，我自己有好又唔好啊，我哋咁如果自己嘅錯誤，我點會諗翻好嗰啲啊？即係諗翻，我意思即係佢有唔好啦，但係佢都有好，有幫過你啦。即係總之一個嗱，除非有啲人真係完全冇好嘅，咁我哋咪放手咯。是他的問題咩？我唔使揦屎上身，即係譬如有個人擔住一啖屎啊，好臭啊，佢又臭啦咁。咁我使乜要一定要行為 high 啲嘅咧？我唔使嘅。佢嘅唔好，我使乜 high 咧？即係我哋都可以選擇。但係問題而家係自己唔好，自己唔好，咁我哋咪選擇諗好嘅嘢。我都有努力。譬如你而家求助係好嘅喎，因為我話俾你聽，有啲男性咧。點樣衰到點咧？都唔想揾人幫，因為覺得好遠。咁但係咧，你肯幫，你已經係一個提升㗎啦。咁你要肯依靠耶穌嚟肯祈禱，咁呢個係好啊。你就諗我好嘅地方，你總有出路嘅。啊，你學日文學得好，呢個係好嘅。咁你將來可以神為你開出路㗎嘛？即係諗翻一啲耶穌俾我嘅好嘢。係啦，或者你自己有做嘅好嘢都可以諗嘅，但係你唔係驕傲。我靠住耶穌，我有進步。唔係咁，當然唔叫我講嗰啲叫恩典嘅啫，魔鬼做嗰啲咩？係啦，咁你有做過好嘢，咁你咪感謝神咯。咁你嗰啲唔好嘅就悔改咯，就
求耶穌幫我。係，但我就問佢，拿住，就算耶穌寬恕咗，我仲拿住我自己。係，但我就話你可以選擇嗱，你譬如今日拿住 100% 啦。啊！咁你開始諗，我唔好諗咁多啦。我諗係耶穌，因為我哋同一秒鐘只能夠諗一樣嘢啫。即係我諗住好，你試下呢一陣，我諗住我好嘅地方，我真係有努力嘅地方。你嗰一陣咧，你就會冇諗到嗰啲衰嘢噶嘛。係啊。咁你咪繼續係咁一段咁。哦，即係無論佢彈過嚟，你都要夾硬諗翻嗰啲好嘢先。你唔好諗夾硬啦，四兩射千斤，佢走過嚟，我唔係一定要捉實佢噶。啊！我不是一定要繼續控訴自己，這個控訴的意念可以來自魔鬼，可以來自我的罪性情。四兩射千斤，他很重的千斤打過來的四兩將他射走了，那你就想著耶穌是在愛我的，所以呢沒有人能夠控訴我的，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你回去看羅馬書第八章，整章都是恩典的，羅馬書第八章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有神稱他們為義。羅馬書第八章幾多節？第八章整章看完的，整章都是講到恩典。因為呢，上一星期呢，他完全沒有安全感，所以他有很多的驚恐在他裡面。OK，那這個是要時間建立的，即是說譬如你今天 100% 的憂慮，那你開始想多一些恩典了，那那個憂慮減少，想多一些恩典，想多一些好的東西。嗯，咁你嗰個憂慮，但係個問題，我嗰陣時咧，我本身係諗緊耶穌嘅好嘢嘅，即係咧，佢嗰個邪冇邪，爭唔到冇曬嗰啲啊，係嗰啲好嘅嘢，耶穌嘅恩典係咁喺我腦徘徊嘅。但係魔鬼出咗一招咧，打走曬我啲嘢咧，就變相邪要係咁樣用喎。O K， 嗱，咁你咪即刻又諗翻好嘢咯，即係諗嗰啲唔好嘢，你有選擇嘅喎。嗱，譬如你選擇我而家呢陣，我耶穌係幫緊我嘅，耶穌笑緊幫緊我嘅。但係個問題，如果嗰個好嘅嘢同好嘅嘢係有少少掛鈎咁嘅，即係譬如話，我見嗰件褸好衰嘅咁樣，我睇到你件褸就諗翻起嗰件褸咁樣，跟住人就好差。咁我諗完嗰樣唔好，即刻咪諗翻好嗰樣咯。即係一諗，即係總之你一閃過呢個唔好嘅意念，你可以話呢個係火箭啊！呢個喺腓立以弗所書第六章又講到咧，全副軍裝啊，用信心當作盾牌可以擋住。魔鬼一切的火箭，即是 他會用一些意念或者你自己的罪的意念去攻擊你自己。我信心就是什麼？我依靠神，神就歡喜的了。信心就是我信得過神，神會保守我，神歡喜我的，即是神是歡喜緊你，你依靠耶穌他歡喜你，那你就會這一陣你可以想多一些神的東西，一想到你不會又想回神，又想回神愛你，一想不會又想回神愛你，那你就會越來多，每日咧越嚟越多正面嘅思想。但如果俾嗰舊嘢沾污咗耶穌嗰啲恩典，咁點㗎？唔會嘅，神嘅恩典永遠唔會沾污，係沾污你嘅思想啫。咁我係諗翻正面咯，即係神嘅恩典係永遠都係潔淨嘅。神本身係永遠潔淨嘅，佢嘅作為都係永遠潔淨。即係雖然你接受佢嗰陣時未必接受曬。但他做的事都是好事，那你就被耶穌的好事充滿你的心。即是經常記住幾句，一個呢西方的書，譬如說假設我不喜歡這個地區的女人算了，假設跟住如果譬如說耶穌假設恩典就是派一個不同地方的女人給我才算了，那我如果說我不喜歡那個女人，但我見得回我見到耶穌給我那個，但好像有少印象都不是那麼好，因為我知道不要緊，你有那個印象你就可以除滅咯。有女人好，有女人不好，咁我咪諗呢個女人幾好咯，多謝天父俾我啦。咁嗰個唔好嘅女人，我都會祝福佢。不過我唔使掛住佢啲唔好嘅嘢，咁我咪放手咯。即係你唔好講到自己好似機械人，唔可以改變噶嘛。你係可以改變噶嘛。但係自己做唔到啊，要靠神啊。係啊，好多人都咁講。所以你不斷咁話咯，耶穌幫我，成日諗住你嘅恩典，成日幫我諗住啲好嘅嘢咁樣咯，總係諗好嘅嘢。有幾樣的意念咧，可以成日諗嘅。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我遲啲可以傳啲經文俾你嘅。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他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即係佢會因你好開心嘅。佢默默地愛你且因你開心到歡呼，咁所以成日諗住我一親近神，神就歡呼噶啦。同埋我做任何小事，一杯涼水，神都紀念嘅。任何啱嘅神都會紀念嘅。有信心，信心我的定義呢跟有些人說的不同，因為呢聖經是說到神是可信的，
我哋忠言失信，佢仍是可信嘅，因為佢不能背負自己。呢個聖經所講，即係佢係可信嘅，所以我信得過佢。咁我用形容信心乜嘢咧？即係好似個小朋友，佢見到佢爸爸，佢知道佢爸爸一定接落佢，佢一定會跑過去，即係佢講佢爸爸係好好嘅咯。佢跑過去攬住佢，佢知道爸爸一定對佢好嘅。咁佢呢個就係信心啦。佢唔使話我要信，我爸爸係對我好嘅，佢真係對我好嘅，我要信。佢唔使信啦，根本佢好知道佢爸爸係好噶嘛。所以信心係放心。係，但我個感覺拿住嘛。係，我知道我啲嘢都俾呢樣嘢係好嘅，但係好似影響俾佢，俾個衰嘢影響咗。咁呢個你需要時間，你就每日讚美神，耶穌幫緊我，耶穌笑緊。我一聽佢話咧，耶穌仲開心笑，耶穌稱讚我，即係聖經啊，一杯涼水都不得上次，即係稱讚啦，又會上次啦。耶穌稱讚緊我，嗱，我開始掹住耶穌啦。嗱，你幾遠都，我係掹住耶穌，耶穌就開心笑噶啦。咁你咁諗，你就會正面咯。咁你恩典嚇？咁神嘅恩典點搞？佢俾咗我啲好嘢，點搞？點搞？誒，咁都要，我咁我都要諗啊。你每日落嗱，我想講咧，首先神嘅恩典包括乜嘢嚇？其實所有做在你身上好嘅，對你幫助都係恩典。係。耶穌為你死啦，佢拯救你啦，佢差遣人幫助你啦，佢俾你有平安，你親近神有平安，有興盛啦，有力量啦，俾你有智慧啦，有聖經嘅説話啦，就算你犯罪，佢都接納你啦。即係佢一路幫你嘅，有個計劃啦，佢會俾你有足夠嘅資源行到呢條計劃啦。你嘅前面唔會係冧蕩啊、失敗啊咁嘅。你聽話咧，雖然有時會失敗，但係你整個生命會係成功嘅。即係基督徒，你聽話，你嘅生命係會成功嘅。你犯罪咧就唔係成功，但係你聽話咧係會成功。就算有困難，都可以得勝嘅。咁你呢都係神嘅恩典啦。咁呢神恩典咧？聖經講咧就係話你第一就係領受啦，攞禮物啦，神俾我預備，你又相信神歡喜緊你，幫緊你，佢俾緊恩典你，你信佢真係俾緊你，佢已經寫冊上詩篇139:16-18，佢已經寫咗冊上啦。神啊，你嘅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佢已經係一路俾你噶，我只要依靠佢親近佢，我就有力啦。咁我亦都遵從佢話，因為你唔遵從咧。你想不好的東西啊，看色情片啊，那你呢就會污衊了，你污衊就會不敢找他，但是你拔住他呢，他的力量又臨到你身上，還有你走在他的路，你遵從他，侍奉他，即是去祝福人。在我們那裡很有機會給你為人祈禱啊，你初頭給人祈禱先啊，第二你為人祈禱呢，你的人就會開心了，就會有力量。咁嗰啲譬如話嗰啲唔好嗰啲邪念係咪？如果我 keep 住咁樣拉住神，或者當我去揀諗翻阿神俾我嘅好嘢啦，咁嗰啲邪念嗰啲影響力慢慢少嘅，慢慢少，佢唔會完全消失嘅意思咧。你可能嗱，你而家一日可能1000次出現啦，係嗰啲影響力好。咁你第二日咧可能100，遲啲100次啦，再遲啲50次啦，即係會少嘅，同埋一嚟到即刻。噉一聲已經冇咗啦，即係我深信神愛緊我，我一聽話就得。呢個係需要時間，需要時間成長，但係咧你處理可以一秒鐘處理咗，我唔使咁諗嘅，神係幫緊我嘅。哦，即係都要等個傷疤咁樣慢慢好翻。係啊係啊，即係因為你，因為咧呢個入咗你嘅潛意識啊，有時你嗰個潛意識自動將啲好嘢攞出嚟俾你，咁我就深信。就算有呢啲潛意識喺度，但係咧，我係耶穌睇重嘅，我可以開心的。但係而家好難去諗翻耶穌俾嗰啲好嘢，就算諗到嘅都好難笑翻。嗱，你咁樣你可以喺屋企成日都播住啲詩歌啦，或者播住我啲影片啦，上網 YouTube 揾牧師播住我啲影片啦。咁咧，你成日聽住，咁你又成日多謝耶穌，多即係盡量多謝耶穌。嗱，我自己嚟講，我成日都喺度讚美耶穌，我成日都喜樂。咁喜樂的心就充滿我的心了，就不是那些不好的東西了，即不好的東西沒有機會入，因為我經常想著耶穌，他沒有機會入，少機會入，那會不會勾，如果勾到那怎麼搞，什麼叫勾，即譬如有形象勾了出來，不要緊的，即你不要
諗得佢好易做，一諗到咪就諗翻耶穌幫我咯。即係明明譬如話耶穌俾咗隻好好靚嘅左手喎，但係隻右手佢都係手嚟嘅，我一諗起左手就自然會諗起右手咁樣。咁你咪即刻咪又諗翻，即係你唔好覺得諗咗唔好嘢咧就係好大件事，諗到唔好嘢即刻求主赦免，我即刻諗翻好嘢。即係選擇，你係即係我再講一次，你係一個活人嚟嘅，你有選擇權嘅。我選擇諗耶穌，我唔去諗嗰樣嘢。佢一出現即刻，我唔諗你。但係個自責係好強嘅，即係佢罪疚感嘅自責。咁你就用羅馬書八章嗰度罪名定你哋嘅罪，因為咧耶穌已經稱你為義，所以你都冇權定你嘅罪。耶穌已經話：我已經洗曬你嘅罪，你冇權定你嘅罪。但係你話，譬如話係咪真係唔在意？係咪我如果話，譬如我當隻眼諗翻耶穌俾嗰啲恩典好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佢一嚟，咁我就唔理啦。就算我諗翻啲好嘢，雖然我笑唔出啦，冇翻之前嗰啲喜樂啦，咁譬如話隔眼諗，係咪嗰啲時間推移，佢就慢慢咁樣？係啊，會。你又唔好諗隔眼諗，開心地諗。啊咁啊！耶穌係愛緊我嘅，即係一個事實。你咁樣諗啦，好多基督徒就睇自己一個孤兒，佢覺得信耶穌好似耶穌冇幫，但其實個個都係王子公主。咁咧佢係信錯咗，所以咧你就覺得哎呀，我好衰好慘，呢個信錯咗。雖然喺最終係會慘，但我聽耶穌話咧，我又捉翻住我係王子嘅身份啦，咁我可以因為咁而開心，所以係可以開心地，唔係夾硬地。但我真係笑唔出喎。你未到嗰個領，即係去到笑得出咧，係要一個境界嘅，即係你真係未有翻嗰種開心嘅感覺出嚟。因為你仲係習慣咗俾罪控制你啊嘛，你仲係習慣緊啊嘛。咁喺我嚟講咧，我係根本嗰啲唔好嘅嘢咧，就唔會喺我裏面習慣嚟。我習慣係開心嘅嘢啊嘛。你慢慢慢慢，你嘅習慣越多開心嘅嘢。咁你就會個人咧恢復，即係盡量去諗翻耶穌俾我人。同埋你可以讚美神，好似我就先企喺度，多謝耶穌。你嗰啲平安又嚟到，你阿耶穌同我一齊啦。你嚟我哋嗰度，你會領受恩膏嘅。你每個禮拜嚟咧，嗰個神嘅同在會加強喺你身上，加強咧就會嗰個平安加強，你就有更有力對付。一係我啲覺得好嘢掛鈎到啲唔好嘅嘢，我長期就跌咗喺嗰個唔情唔開心嘅情緒裏邊咧。就算我睇住啲好嘢，我都好難笑翻出嚟。你唔好諗住要笑翻，你即係唔好諗住一個責任要笑翻。你係自然睇到好嘅嘢，然後你自然地笑，即係唔好似我要笑，我笑唔出。咁你即係咁，如果咁係啊，咁你話如果我聽你講話自然笑，咁一開始睇都冇曬感覺啦。唔緊要，你嚟到啊嘛。你就係多啲諗耶穌幫緊我，耶穌笑緊啊！耶穌笑緊我都可以笑，不過你唔一定要笑，即係唔好將笑變咗做律法啦。有恩典同律法噶嘛？恩典就係神為你幫助你祝福你，律法就係要求或者批判。嗱，律法係好喎，即係要求遵從係啱嘅，不過佢批判咧係令到人辛苦嘅。咁我哋聽話神話有赦罪咧，就唔批判噶啦。咁咧你就成日諗。即係你多啲活喺恩典啊！神幫緊我㗎，神同我一齊嘅，神加力俾我嘅，神係欣賞我改變嘅。我做咩好，佢即刻開心㗎。咁你可以開心，就算你唔係真係全心笑咧，你可以啊，神而家開心笑，我都可以哈哈哈。就算你唔係真心笑啦。但係我之前唔係話笑啫，即係譬如話，我唔係話笑講出嚟嗰個表現啫。但係譬如話，如果我望翻嗰樣嘢，都係唔開心，真係好慘。唔係乜嘢，唔一定要係呢個。你咁樣。我會咁話咯，嗰啲事已經發生咗。係，即係因為譬如話，假設啊，我望到呢部電話係咪？就我唔會話嘻嘻，唔會咁嘅，但係話就好開心啦，好多好嘢啦，好正面嘅思想、正面嘅情緒啦。但係因為譬如發生咗嗰單嘢，而家望翻電話咁。嗱，你咁樣諗啦。係咁點搞？我哋個個人都有個曾經有唔好嘅歷史嘅，都有一啲發生過嘅事，個個都有嘅。魔鬼就用呢啲控訴，同埋人都會中意諗翻呢啲嘢，習慣啊。咁你咧就話俾自己聽，雖然發生過啲事，因為神就有呢個能力可以取消過去發生嘅事對你嘅影響，可以取消，取消喺永恆嚟講已經唔算數啦，嗰啲嘢已經過去咗。咁你就係相信嗱，神取消咗，
神已經抌咗，你做乜要仲要捉食佢咧？神都話我唔計較啦，你做乜要捉食佢咧？但係正常，如果以人嘅方法咁咧，你頭先講咗一定話捉食嗰啲碎嘢多。咁你就係話我開始捉食多啲神嘅嘢，咁個慢慢咧呢、這個正面嘅就會喺你個裏面生根啊，入翻你嘅潛意識啊。我日日都可以開心嘅，咁你咧神而家笑緊嘅。嗱，你用多啲話神都笑緊，所以我要笑。是好過你話我要笑喎，我要笑是律法，律法即係我要做乜嘢？律法係我要做乜嘢？因為我想譬如話逼翻自己有翻嗰陣時，唔係逼翻，唔係逼翻，你唔逼翻。神都笑緊，所以我笑。神都笑緊，神開心笑，推動我笑，就唔係我要笑，我要笑變咗要責任啦，係咪？係一個責，即係要表現出嚟嗰種笑，即係話喜樂嗰種心態。神都開心緊，神都笑緊。我可以放鬆啲啦，第一步可以放鬆啲啦，都可以感恩。將來我喺天堂嗰度好開心嘅。而家你，我會話俾你聽，你同我哋一齊咧，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你越嚟越平安輕鬆嘅，你會越嚟越輕鬆。我哋有啲人係抑鬱嘅，嚟到我哋嗰度抑鬱嘅，佢肯聽我哋話點好咧？點樣叫抑鬱咧？嚇？點樣叫抑鬱？即係夾硬，即係唔係夾硬，即係會長期諗住啲唔好嘅嘢咧。其實。可以告訴你，大部分的人，絕大部分或者全部的人，天生自然都是想不好的東西多的，天生。不過耶穌就幫我們放手，即是我都不計較，我都扔掉他了，你做什麼要捉神呢？耶穌不計較，我自己都在想的嘛。那既然耶穌是全能的神，都扔掉了，即是你想像耶穌在對你說，我都放手了，你看回我幫緊你，你咪諗翻佢嘅好咯。啊，係，我幫緊你，即係嗰個方位就等於個法官判咗你冇罪，但我仲好覺得自己好有罪啊，好自責啊，好嘅點啊，類似咁嘅情況。係啊，咁嘅嗱呢個你咁諗啊，你繼續控訴自己咧，只有壞嘅後果，就唔開心。所以我就話，我選擇我求耶穌幫我去諗好嘅嘢，等我唔好再捉實嗰啲壞。其實你嘅思想可以捉實嘅喎。有些人就成日捉實啲唔好嘢，瞓覺咧就諗下佢衰嘅衰衰咁咁成咁衰嘢咯。但係我哋可以捉實好嘅嘢。但係如果譬如捉實翻耶穌，嗱我當我諗翻耶穌俾我好嘅嘢啦，但係冇咗之前嗰種喜樂咁開心感。你慢慢第日會有翻。哦。你喺我哋當中，你慢慢咧嗰啲喜樂翻翻嚟。哦。因為你嗰個影響力好鬼高。因為你初信咧，初信係有一種大嘅喜樂嘅，因為嗰陣時咧，你未有耶穌，忽然間耶穌入嚟咧，大喜樂。但因為很多人呢，同埋有時很多教會未必教你怎樣保持這個喜樂，同埋怎樣提升喜樂。咁所以呢，你人順著自然的方向嗰種律法呢，就會控訴自己啊，俾人控訴啊，要求自己啊，俾自己好多壓力啊。咁你就越嚟越嗰啲喜樂就失咗啦。係係係。但係呢，你親近神，你同埋有聖靈充滿呢，你經歷多啲。即係我哋同你祈禱咧，你會覺得鬆啲咧，就已經係神將呢個喜樂再開始放翻嚟。但因為人嘅心咧，我哋嘅思想可以一下子改變。即係譬如啱我話俾你聽，諗多啲神嘅恩典，諗少啲唔好嘅嘢，你即刻可以明白嘅。係啊，做唔做到係另一回事，但係你起碼第一明白，第二做咧，你可能嗱應該咁話嘅，你明白咧，你可以一下子明白當。70%咁啦，當你明白嚇。咁你做到幾多？可能做到10% 或者20% 啦。但你感覺咧，可能1-2% 嘅啫。開始啊。咁咧你點咧？你就捉實嗰個信念啊，我嘅知識，同埋開始行啦。咁你咧開始由1-2% 升到3-4%啊，5-6%，即係。改變感覺咧係慢過改變思想，改變感覺。改變思想係可以最快。如果人肯聽話咧，聽神話，佢嘅思想就一聲即刻改咗。但係行為咧就要難少少嘅，即係因為心態係咪都一樣？係心態咧，嗱思想可以改咗，但係心態難少少，行為又難少少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到做嗰時候又會擔心翻啦，又擔心翻，又諗翻嗰啲嘢啦。好啦，咁你就提自己啦，因為你有嗰個思想啦，你知道諗好嘅嘢咧就對自己好啦。咁我開始諗多啲好嘅嘢，咁你嗰個思想就會正面，正面，正面，個心態會正面，正面，你嘅行為會正面。
咁你當你行為正面正面咧，有時你嘅感覺都未咁快跟翻上面。係啊係啊。但你日日讚美神咧，耶穌可以用開心嘅，哈哈哈！諗到天堂咁好，哈哈哈！咁你咁日日都係咁開心笑咧，嗰、那個喜樂就會越嚟越多啦。係，但未必唔係話唔係做唔到嘅，另外有一回事。頭先你講，你只要你只要你，唔係佢會自然嚟嘅。啊！只要你肯改變你嘅思想。你的思想不要再覺得我一定要受他控制、啊、我是可以脫離他，我可以選擇想好多好，今天當我想到這個位置了，但是他立刻告訴你，我不需要想你、啊、我不需要想你，你已經沒有權柄了，即是好像這樣了，第一次了、啊、譬如你犯了犯，那就要罰錢，但你沒有那麼多錢，100萬這樣、啊、錢了，第一個人跟你比了、啊、那跟著那個獄卒走過來，喂，我捉你坐監，我唔使聽你啊！法官已經宣布我係無罪釋放噶啦，我俾咗錢噶啦，100萬俾曬噶啦，你唔使理我。佢就喺度嗌：翻嚟啊，翻嚟啊！我唔使理你噶，我已經釋放噶啦。咁我就諗翻啦，感謝耶穌呢、這個人幫我100萬，多謝天父，多謝天父。即係你就選擇翻，你就唔使呢個人猛咁嗌你。我有個辦法，即係係咪話要譬如諗啦咁樣。嗰啲邪嘢係咪？即係當初譬如我望部手機，有咗好喜樂嘅心態，就係因為發生咗呢單嘢，令到我嘅心態降咗，就住而家望翻，唉都冇啦。咁個辦法就係譬如話一路望翻嘅時候，一路感謝主俾咗呢個我咁樣。係咯係咯，即係神俾我嘅改變，神俾我機會，啊，神俾我嘅幫助，我就多謝，同埋神俾我擺喺我周圍嘅人有幫助我嘅，我感謝神。啊，你嚟到我哋中間咧，你會發覺一樣特色嘅，我哋教會好多個人都中意幫人。好多個都會為你祈禱啊咁嘅，即係佢哋，因為佢，即係因為我係成日都關心人，佢哋會領受到呢種生命，佢哋生出嚟嘅生命有好多個都自然幫人嘅，譬如今次宣教有幾個去，即係好多個都好啊，即係好自動就想去參與嘅。即係，但係我而家就係想破咗嗰種邪念，譬如話自己做錯，我想破咗佢個影響力啫。咁係咪需要時間嘅？其實係需要啲時間嘅。哦，但係你越宣告耶穌已經赦免我㗎啦，耶穌俾我新嘅方向，耶穌幫緊我㗎啦，耶穌話已經話我抌咗佢㗎啦，你唔使放在心上㗎啦。咁樣咧，你就會嗰、那個正面思想就會一路取代佢，日日都係需要翻正面思想取代。咁亦都可以咧。有時咁嘅，除咗你講嘅思想處理咧，你都係讚美神啦，同埋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咧，你會忘記嗰啲嘢多啲嘅。即係做一啲有意義嘅嘢，譬如話温書嗰啲啊。温書啊，或者你有時有啲人將來我哋去探訪幫人啊，咁你一齊去你幫下人咧，或者我哋有啲人同你傾下偈咧，即係除咗我之外咧。有些人可以跟你祈禱的，即是你譬如如果你們某處有方便，我們那些弟兄姊妹可以去那個地方跟你一起祈禱，你祈禱那些記憶就會慢慢越強了。哪些記憶？那些記憶，即是那些祈禱的記憶，就會慢慢你那些其他那些記憶就會越來越減弱。即是不好的，即是你有些 activities，有些 activities， 雖然我們聚會是只有禮拜日，但我們有些人平日得閒的，咁平日得閒咧，咁就可以同埋你一齊同佢一齊咧祈禱啊。平日雙真比較得閒嘅，阿雙真啊，佢冇翻工，佢已經冇翻工半年啦。佢係好有心幫人嘅，咁咧就會因為有些其他翻工啊，咁啊，但係佢唔使翻工，咁所以你而家如果唔使翻工嘅時候，可以一齊。即係你而家唔係翻工啦，咁一齊祈禱啦。有啲正面嘅 activities 會取代你啲負面。牧師，譬如如果我出隊去通州街派啲飯俾嗰啲吸毒者，我可唔可以帶埋佢一齊？都有嘢佢願意先。得，佢願意咪得咯。咁你都有個正面嘅心態。嗱，有時都有可以有負，咩嘢都可以有負面同埋正面嘅，都係選擇嘅。譬如你見到人啦，有啲嚇，即係有啲好好啦，有啲。哇！嗰啲行為有時令到你有啲討厭㗎，咁你會有啲負面嘅感覺出嚟。但係個問題，而家我自己都冧咗。如果我又跟埋佢去嗰邊，咁咪更加哦。咁你選擇啦。你我又唔會形容你係冧咗，你係咧，你而家喺嗰啲思想嘅深谷裏面，你覺得係冇辦法出到嚟㗎。
但我就告訴你，你只要天天讚美神，譬如好像這陣你跟我聊天，你起碼那些意念會少了。是，現在是。是的，那就是這樣，你不就成日，你譬如看我的影片啊，我有很多影片，因為我的影片都講聖經的嘛，你可以看聖經啦，即是你看聖經看一陣，你可以看我的影片，同埋我哋啲詩歌啊，咁你都可以。你而家咪成日操緊日文啊？本身我係利用緊耶穌俾我恩典咧，嗰種力量咧，去慢慢操緊。但係發生呢單嘢，咁咪坐低咗一個人嚟咯。OK， 誒，總之你淨係話在神總有出路，神係赦免嘅。你諗下大衛犯嘅罪幾嚴重啊？但係個問題係，譬如神赦免佢。他自己的心態都過到嘛，佢冇一啲好自責、好內疚嘅感覺啊嘛。你唔知㗎，佢都一定有自內疚。不過問題就係個內疚幾耐，處理得幾快。佢越對神有信心，就越處理得快。我以前咧都係咁㗎，有時犯咗罪唔敢揾耶穌，唔想揾耶穌，唔想祈禱。但我而家唔係㗎，我即刻揾耶穌。因為我知道佢真係赦免咗，佢赦免咗，不過我哋自己唔認輸自己。係啊係，自己。咁我就深信耶穌一定赦免，一定赦免。咁你其實總要諗好嘅嘢，成日諗好嘅嘢，同埋啲金句你可以用一個方法，咪念咯，成日讀咯。即係我傳一啲金句俾你，成日讀，成日讀。好啊。咁你嘅心裝滿呢啲嘢，你就會得力嘅。其實葉牧師佢咁樣係咪好似仇敵喺背後喺度做，即係做啲搞擾小動作？係啊係啊，即係兩方面嘅，又係魔鬼，又係佢自己嘅入咗潛意識個思想，控訴得緊要，控訴得自己太緊要，所以變咗你就一路捉神。咁我就話咧係你唔係去到一個啊，即係你同你講嘢，我唔覺得你去到有啲。譬如有些人真的有抑鬱那種情況，即是你不是去到那個抑鬱，不過你的思想經常走轉頭，即是你未去到你的表現啊，你的表情都不像一個抑鬱的人，不過你可能個思想很容易被他拉到你那裡，是的，是的，所以有些人真的去到抑鬱的，整個人又慢吞吞啦，沒什麼反應啦，不知道講完又不知道講什麼啦，即是這樣呢，難幫很多，但你仍然很精神啊，你未去到那些位置 你只要天天都說耶穌幫緊我的，耶穌幫緊我，你首先你相信耶穌真的幫緊你，耶穌真的赦免了你，我可以赦免自己，那你自己都從自己說，我可以饒恕自己，我可以饒恕，人人都有犯錯的，個個人都有犯錯，我犯錯並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個個人都有犯錯，那耶穌現在赦免我，那我就爬回起身，耶穌幫緊我，拉我起身，想要告訴他，你裡面一樣有好平衡或者心裡面熱，你有沒有同葉牧師說？沒有，那些體質問題。體質。身體，是，譬如你緊張成身發熱，裡面發熱，一發熱之後個人就很累，不動力全部消失了。這些呢，這個中意已經有了。我覺得你這樣的，你可以成日多一點，這個體質，放鬆，放鬆自己，成日放鬆自己，即是你坐在那裡都鬆了。鬆曬，成個人鬆曬。嗱，鬆有好多種鬆喎，唔用力一種鬆啊，再鬆咧，你覺得一種舒服感覺嘅。嗱，你而家試一試啊，你坐喺度，坐直個身，你放鬆咧，個腰骨同個腿，你發覺好似有種舒服感覺喺度。你放鬆一陣啊，先。其實呼氣嗰下，佢即刻有種舒服感覺。咁即係話咧，放鬆係可以程度嘅。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你喺太陽之下做啲運動咧，會幫你嘅身體 normal 正常化。因為有時有啲人嘅身體咧，其實我哋人係需要太陽、需要運動、需要出汗、需要心跳喺運動嘅時候加速，先係對身體最好嘅。即係你每日都抽少少時間有啲運動，加速心跳嘅。有太陽的，即是盡量有太陽，那你那個人呢，那些身體就會將毒素排出來，即是盡量找些東西讓自己出汗，是的，那就心跳加速的，即是運動，即是跑步啊，或者做些機器啊，總之在太陽之下做最好，打球啊，你喜歡打球啊，這樣呢你開心了，有力了，
咁你呢啲身體嗱，有時啲身體嗰啲跡象，啲唔正常嗰啲跡象咧，你先講話你中二已經有呢種情況係咪？係個體質啫，唔係淨係體質㗎，有時係情緒㗎，即係情緒影響你嘅身體啊。哦，穩定咗。咁呢樣嘢咧係可以處理嘅，即係你當你日日都正常嘅運動曬下太陽，又開心下鬆下，成日都鬆下。成日都鬆，嗰啲嘢唔使諗嘅，唔使諗，放鬆嘅。誒，但問題譬如有時你犯咗錯之後，有啲嘢咧，譬如你做翻正常嘅嘢，令到你好冇心機再做嗰樣嘢，你都有嘅。即係譬如我去減玩先算，減一玩，唉，因為影響咗情緒啫，都冇好心機玩咁玩。嗱，你咁諗啦，生命嘅拆毀咧，有好多程度嘅。有啲人拆毀到咩程度咧？家人都不要他了，飲酒啊、賭錢啊、打人啊，哇！整個生命完全拆毀，甚至要被人捉去坐監。他的生命拆毀到一個好，即係差不多全部冇曬。在你的情況之下，你絕對是跟他相差很遠，即係你少少拆毀啦，有些指控啦，有些犯罪啦，你的生命並不是去到那麼差的。所以呢神就想提升你，咁你珍惜自己生命，我可以重拾生命。即係有啲人真係好難重拾，又成日都飲酒啦，即係又吸毒啦，又話即係啲情緒失控啦、發癲啦，咁真係都好難幫。但係你絕對唔係去到嗰個位，咁所以你就唔好啊！我真係冇乜心機，我係寶貴嘅，成日都鼓勵自己，我係寶貴，我仲要神睇中我，神有奇妙計劃，將來要大大使用我。我要開心的，那你有這種信念經常都告訴自己，這樣你就會有動力了。神給我四點的動力，第一，神掌管一切，即是他起一個人他什麼都給到你。第二，神很看重我們，神很愛我們。第三，我們親近神，信靠神，親近神，遵從神，侍奉神，一定有祝福，一定帶來祝福。第四，不聽話，懶惰，放棄，放屁一定有破壞性，犯罪一定有破壞性。咁即係話神係掌權，佢又好錫我哋。咁我一親近佢、遵從佢咧，就一定提升。所以你嘅生命啊，而家又後生啦，其實你都係有知識嘅人啦。咁你嘅生命係會一路一路，你聽神話一路提升嘅。所以咧就唔好俾魔鬼控訴你話你冇用㗎啦，你已經冇用㗎啦，你已經做唔到嘢㗎啦咁咯。呢個就係魔鬼成日都話俾人聽。你告訴自己，我是有用的，我前路還是很光明的。我信耶穌時19歲，我開始一路整個生命一路提升，一路提升，一路下去，學了很多東西，這個真的是神一路提升我。你現在還是年輕，你可以一路升，一路升。還有呢，你在我們的群體，我會繼續幫你，還有那群人都會幫你，你會一路建立自信，建立同人溝通的能力啊，處理逆境的能力啊，點樣處理事情，點樣做嘢有效率啊？呢啲啊，我本身是一個很有效率的人，我很快做嘢，做而家做出嚟嘅質素好好，咁呢個係建立翻嚟嘅。哦，咁你同即係我哋有啲人都係好正面啊！你同呢啲人一齊咧，你個生命正面，因為有啲教會咧雖然有後生嘅，但係咧佢個困難咧就係佢哋。他沒有很埋身幫你，而且他不懂得個方法幫你，或者他本身沒有從他的經驗，因為我就是從我的經驗，我怎樣曾經怎樣被人影響傷害，我怎樣出回來，怎樣靠著耶穌出回來，我說出來給你的方法都是我做過的，即我就發覺我都慢慢想那些壞東西，我就選擇想好的東西，我想想想想，和親近神有神的同在，感受到平安輕鬆，我慢慢我就話，我唔使諗呢，同埋我好寶貴嘅，好重要。咁我真係而家啊，譬如我去宣教嗰個人咧，佢同我講，佢話咧直情神話俾佢聽，即係神點樣睇重我，點樣使用我。佢話嗰個人因為擔心我健康嗰次去唔到，驚我唔知病啊，佢點樣？佢話你使唔使擔心佢？我已經喺佢生命中有個命定啦，佢已經有定咗係會將來做。越嚟越做偉大嘅事㗎，你使乜擔心啊？我會揀呢個人，你都唔使擔心啦。即係我聽話嘅時候，神根本有計劃，唔係淨係佢一個嘅。有啲人喺天堂見到我，
將來的情況啊，同埋見到我的相次記錄冊啊，都係睇到好輝煌。我不是話我自己輝煌，是神提升我。但我一路聽話咧，就越嚟越輝煌咯。咁我都可以幫到你越嚟越輝煌嘅，你會好快改變。你只要日日都話神俾我出路，我有動力，我可以改善嘅，可以越嚟進步嘅咁樣。你咁樣嘅信念咧，你就進步。但係呢個我自己講啫，譬如我個心態思想上未有改變嘅嘛，呢個我講可以咁講嘅啫。但係神真係有嘛？神係已經係神啊！你嘅意念向我何等寶貴？你所定嘅日子，我上唔到咧，已經寫在你嘅冊上，已經寫咗噶啦。神喺你生命中，所有基督徒去到天堂，唔會話神咧又寫你，你又做乞衣啦，你又離婚啦，你又俾人踩油魚啦，你又出去坐監啦，即係神會寫呢啲嘢噶嘛。神寫真個個都係好嘢，只要你聽神嘅話。但係好多人信耶穌咧，就以為淨係信耶穌就上天堂嘅啫，同生活無關嘅。但係聖經話，先求神的國同義，呢啲一切都加俾你。呢一切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前途、你的心境、你的主事能力、逆境的能力，全部一切都俾你。因為神裡面是有豐盛的生命，我叫你得生命，得的更豐盛。在我敵人面前，你話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即係敵人要攻擊你，但喺敵人面前，神為你擺設筵席啊！係啊，係咩意思？我啲歌都有咁播啦，咩意思？個意思咧，即係話神嗰啲人要攻擊你，好似你好慘咯。係。但係神叫你嘅豐盛咧，嗰啲人見到越攻擊你咧，你就越豐盛，即係好似都唔受影響，你嘅平安喜樂唔受影響。咁啊，即係神將啲好嘢放喺身上，啲人睇到鬧你都冇用嘅，你啲越嚟越豐盛。但係而家好似我冇咗喜樂啊嘛，即係我睇翻嗰樣嘢。你而家跌咗啊嘛，但係你唔緊要啊，你跌咗咧，第日你起翻身，你就要知道。跌咗落嚟嘅辛苦點樣起翻身？你聽我話去做咧，你日日去做，你嚇啦！你禮拜日嚟到已經唔同咗，已經開始改變。你聽我嘅祈禱錄音，嗱呢一個同埋我網上有播放清單其中一個祈禱錄音，你跟住佢祈禱咧，你會正面好多。邊個？喺葉牧師 YouTube， 咁裡面有播放清單噶嘛？有侍奉訓練啦，有信息啦，有祈禱錄音。咁邊個？咁祈禱錄音。